有点怀念啊，去年工程师对梦想家就在那边看着，跟很多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啊。嗨，我是送子鸟的工读生，八连假，然后 P League 都没有比赛，所以这礼拜来台中看台中太阳的比赛，然后都还有对云豹，一次看 JuJu 跟郑伟，准备开箱啊！来先吃饭，来准备去很难做的体院的体育馆。这个台中太阳的主场一样，去年有来过一次，在国立台湾体育大学的体育馆。今天天气很好啊，来看一下台中太阳的比赛，要你好看。去买票，售票处。不会我连太阳的球员都认不出来吧？前面疑似是台中太阳的球员，我认不出来，抱歉。啊，台中维哥太阳，要你好看。先买票。我买票啦，走啦，进去看。你想拿来拿票？拿。你要拿什么？给你拿。那走哪边？我看一下入场怎么走。你们到那个阴影处等我，我去研究。好。可以关掉了。哪一个是关？我们记得是这个。好了，我们先把饮料解决完再进去。那、我去看前面怎么样。太辛苦了，带小孩出来，剩小孩不要看球。太气愤了，看到舅舅冲上去都忘记摄影了。舅舅加油！好啦，太阳队的入场，之前来是直接从旁边，好酷哦！你看这手章，看到阿吉了 ，DJ 阿吉，最近的阿吉。DJ 阿吉，今天也是阿吉，今天要跟阿吉一同奋战。好，要参加他们的周边。一件是多少钱？现在球衣的话，现在球衣比赛前是1200。1200。这是练习球衣是不是？对，练习球衣穿的。哦，好，990是不是？是。好，谢谢你。哇，目前的周边就是长这样子，大学 T 跟 T 恤，看起来应该是没办法选号。塔克最新的塔克球衣零号，买了一件练习球衣表达支持，990，还蛮划算的 ，Right 的，大家穿起来。它那个周边球衣就刚刚那小小的一区，目前就是这样。然后号码的话，应该就是看起来不是现场烫的啦，就是直接已经做成球衣了，所以有什么就是什么。先这样，先把我女儿带回去。那边有啾啾跟大圣。黄色那一区吗？对。哎、欸，好大，都没人。怀念的这个椅子，300块这个距离我觉得可以接受了，但这个椅子真的很不好坐。拜托，职业球队。但是楼下的椅子很好，看超近的，你看，看到塔克老师在练球，还有孙思阳。哈克每次都第一个来热球，也太猛了。好，我应该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秩序册，赶快补充一下我对台中太阳队的认识。今天观赛重点来看 JuJu， Coach JuJu。要来看的两个球员，三个啦 ，JuJu 跟哈克。第一联盟最强的桑尼。当场练球啊！哇，这么高还在练抛投，我的天！整个场地，荧幕就一颗，就一个场，就一个荧幕，所以大家应该是感觉很仰赖场上的 DJ 的播报吧，因为真的看不到重播啊。这荧幕小小的，看到我们的小四四总。麻烦告死丁武。来，郑伟，今天另外一个想要看的球员，郑伟，哇，这样帅了，变瘦了。还有张志峰，峰哥也来了。
季。这边也是阿吉啊，台词都一样啊。胜利 Go！ 胜利要留下来啊！哦，无缝接轨，台词都一样。还有罚球的时候呢，跟着围裙罩起来，罩起来，罩起来。今天我们一起带着围裙离开，所以请各位帮忙。台词完全一样。我说太阳，你们说加油，让我们球队感受到。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。准备好了吗 ？Ready？你们要讲我们的 slogan， 要你好看。OK， 哦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要你好看。再一次，我一个人这样。要你好看。掌声鼓励。耶！同时也谢谢 Shining Girls， 全台湾最强的竞技拉拉队，就在今天表演，呈现给你们。让我们大声的欢迎 Monster 运动竞技拉拉队以及艺人郭庆。才要开打了，真的蛮多人的啊，我觉得坐了大概有五成的吧，没有在开玩笑。台中唯一支持，台中维格太阳，很多人啊，真的进来看球，反正 DJ 都一样的。我们来帮我们兄弟们加油！加油！我说太阳，我们大声的加油！我们还两次就好了。谢谢，加油！哇塞，张志峰老将价值啊！哦，阿环要来一个，哇塞！大家都有拍手看，老师上课了，老师上课了。我们别想太多，下一次再尝试。现在在那个体育馆外面，这场地真的不太行啊！我今天上厕所已经碰到几个球员了，有云豹的，也有太阳的，真的有点扯。球员没有自己上厕所的地方，中场还要跟球迷一起上厕所，
要改进啊，替换。好，继续绕一圈。来，今天来台中看球，访问一下这位球迷。请问你，请问你帮哪一队加油？我来看啾啾。来看啾啾，我也是来看啾啾的。真的吗？所以你平常支持哪一队？没想到台中维哥太阳那么多人，台中人太棒了，热情。访问一下，这边是都是台中的球迷吗？对，没错，都台中的球迷啊。台中是支持梦想家还是支持台中太阳？支持 Formosa Session。 哦， Formosa Session， 那就跑错棚咯，支持台中太阳。那些都是来混分的，这些都是来混分的。好，我在坐他们后面，看一下他们帮谁加油。怎么有这个东西？这么要求？台中的乡亲蛮挺的，发球这个声音看，很燥，看好棒！台中太阳，台中太阳加油！今天的心得就是哇，太阳的球迷也蛮热情的。今天做了，我觉得到最后应该有六七分满吧，气氛蛮好的，大家会一起跟着喊 defense， 比我想的观赛体验好啊。上次去台钢店也是觉得还好，结果实际上去了，气氛都很不错。啊，周边比较少啦，周边少很多，真的是本质，真的是本质篮球，不知道讲什么，完全不卖周边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然后这次。今天来看到好多忠实的私迷，本职私迷也来帮政委还是帮啾啾加油，很好玩，然后再分享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台中维格太阳加油，啾啾加油，主要是跟帮啾啾加油，啾啾加油，政委加油。